今天我用松厨的气压锅来煮咖喱鸡。用气压锅烹煮咖喱鸡，快速、方便又简单。首先将鸡和咖喱酱料一起搅拌，将红萝卜、马铃薯和鸡肉放入锅内，再加入水。松厨魔法气压锅比一般气压锅烹煮快一倍，所以我们只需三分钟就可以了。鸡肉熟了，我们加入椰浆，搅拌均匀，煮滚即可上桌。香喷喷的咖喱鸡就这样轻松完成了。我们可以用松厨面包机来做面包，配搭咖喱鸡。